盖关协会叫含盖关主政团体联合协会共同办理物资银行，提供弱势家庭服务，到即马已经迈入第十三档了。每个月服务超过2000名弱势民众，所以向连锁超市基金会提案申请捐助，以时代幼儿为主要服务对象，和弱势民众有较多元的选择。全联基金会的食物银行专案，跟嘉义慈协从109年合作到现在，已经有5年的时间。那每一年呢，嘉义慈协他们会盘点他们服务对象的需求，向我们提出物资的申请。那我们5年来每一年都捐赠超过100万元的物资，来共同协助嘉义的居民。以前物资银行揣着吉祥物上大心，前往六卡连锁超市来去感恩底片，感谢连锁超市基金会五年以来捐赠该关物资银行特殊营养品，因为啊就主要民生用品等，超过市价550万，和经济弱势民众减轻生活负担，稳定家庭供能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全联连续5年啊提供我们嘉义县。慈善团体联合协会物资银行连续5年120万以上的一个物资，那我们非常感谢，尤其在疫情过后，我们普遍在募集上相当的困难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全联给我们一个及时雨，解我们燃眉之急，除了一些民生物资，那提供一些其他的，譬如像成人纸尿裤以及高单价的一个营养品，我想这在我们的一个慈协物资银行是注入非常多的一个资源，我想特别来感谢我们全联，当然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一个合作。理事长李文正表示，在疫情过后补助是真无简单，真感谢基金会帮助，也希望基金会会当继续来支持，让关怀弱势家伙生活更加幸福温暖。记者黄美凯观察报道。